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丫丫 Mandar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SK 2, Lesson 5, 第五课。就买这件吧。Part 1, 复习 Review. 生日快乐给接晚上问非常开始已经长两帮介绍生日快乐送给家人问一个问题已经开始多长时间介绍工作这个生日礼物是送给你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我是11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的，已经踢了10年了。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Answers to Lesson 4 生日帽子是我买的。蜡烛是我的朋友带的。蛋糕是白色的。蛋糕是我们做的。礼物是爸爸妈妈送的。Part 2, 词汇 Vocabulary 外面外面准备准备就就鱼鱼八八见见还还可以，可以，不错，不错，考试，考试，意思，意思，咖啡，咖啡。对，对，以后，以后，Part 2, 词汇 Vocabulary, Text 1, 外面，外面，里面，外面，里面，在外面在外面，外面吃饭，外面吃饭。我现在在外面，我现在在外面。我不想去外面吃饭，我不想去外面吃饭。准备，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没准备好，没准备好。我准备去外面吃饭，我准备去外面吃饭。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
准备好了。就吧，很不想去外面，就在家休息吧。很不想去外面，就在家休息吧。我喜欢咖啡，就买咖啡吧。我喜欢咖啡，就买咖啡吧。你想吃鱼，就做你爱吃的鱼吧。你想吃鱼，就做你爱吃的鱼吧。鱼，买鱼，买鱼。吃鱼，吃鱼。钓鱼，钓鱼。做鱼，做鱼。一条鱼，一条鱼。鱼汤，鱼汤。金鱼，金鱼。 Part 3课文 Text 1在家里 at home 晚上我们去饭馆吃饭怎么样？我不想去外面吃，我想在家吃。那你准备做什么呢？就做你爱吃的鱼吧。 Part 4语法 grammar 4.1 副词就 third verb 就 plus verb 你不想去就在家休息吧。你不想去就在家休息吧。这儿的咖啡不错，就喝咖啡吧。这儿的咖啡不错，就喝咖啡吧。就做你爱吃的鱼吧。就做你爱吃的鱼吧。太晚了，今天就下班吧。太晚了，今天就下班吧。下雨了，就不去打球了。下雨了，就不去打球了。Part 2词汇 Vocabulary Text 2件一件衣服一件衣服这件衣服这件衣服那件衣服，那件衣服。这件衣服怎么样？这件衣服怎么样？看一下这件衣服怎么样？看一下这件衣服怎么样？帮我看一下这件衣服怎么样？帮我看一下这件衣服怎么样？还可以，不错。还可以，还可以。还不错，还不错。还行，还行。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还行，还不错，还可以，还行，还不错，还可以。 Part 3课文 Text 2在商店 In a store帮我看一下这件衣服怎么样？颜色还可以，
就是有点儿大。这件小的怎么样？这件不错，就买这件吧。Part 4 语法 Grammar 4.2 语气副词还 The modal adverb 还 plus adjective 你身体怎么样？还好。这件衣服大吗？还行，不太大。昨天的考试怎么样？我觉得听和说还可以，读和写不好。Part 2 词汇 Vocabulary Text 3考试，汉语考试，汉语考试 ，HSK 考试 ，HSK 考试，参加考试，参加考试。我还在想昨天的考试，我还在想昨天的考试。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Part 3, 课文, Text 3, 在教室, In the classroom. 今天去不去打球? 这两天有点累,不去打球了。你在做什么呢?是在想昨天的考试吗?是啊,我觉得听和说还可以。读和写不好，很多字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Part 4, 语法 Grammar 4.3 程度副词有点儿 The verbal modifier 有点儿有点儿 plus verb or adjective 今天天气有点儿冷我昨天有点儿累。这件衣服有点儿大。你开车有点儿快。Part 2, 词汇 Vocabulary, Text 4, 咖啡。喝咖啡，喝咖啡。买咖啡。买咖啡，咖啡馆，咖啡馆，两杯咖啡，两杯咖啡。我去咖啡馆喝咖啡，我去咖啡馆喝咖啡。我已经喝两杯咖啡了。我已经喝两杯咖啡了。对，对身体不好，对身体不好，对身体很好，对身体很好。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以后，以后我少喝一点咖啡，每天喝一杯。以后我少喝一点咖啡，每天喝一杯。我觉得有点累，以后我会早点休息。
我觉得有点累，以后我会早点休息。Part 3，课文，Text 4，在公司，in the company。休息一下吧，喝咖啡吗？不喝了，我已经喝两杯了。是啊，咖啡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以后我少喝一点儿，每天喝一杯。Part 4练习 Exercise，根据实际情况回答问题。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你觉得红色的衣服漂亮吗？你喜欢写汉字吗？你觉得中文难吗？你觉得中国怎么样？你喜欢喝咖啡或茶吗？你喜欢看电影或吃中国菜吗？This is the end of the lesson. See you next time.